啊，恭喜啊，就马上就要入到老唐了。嗯，那个没有 A 对不对？他写 C 跟 E， 有一个 C 之后我看一看来，对对 ，A 跟 B 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答 A 的时候，他是 B 到 D，、嗯、然后到这边之后就写 C 到 E 了。哇、啊，他是会改，会改。那这样你知道他哪里改？对，他上面会写 C 到 E， 他改差一点。哦，就现在就最基本等嘛，等 A 等 A B 的。嗯，然后车，然后这个可能先那个。不用不用，那个票买了真是吧？对，票不用买，在台湾不太一样。那、啊、叫你走渣什么？你有没有买？他会检查，或是不检查，就随便。做，哎、欸，怎么？湿湿的。就是刚才乘车的车票，反正就是限时的嘛，限时到，那就搭到晚上这样。至少白天的，半天，然后凌晨，半天的，被枪杀了，应该不是枪杀了，被枪杀，但不是死，他死是在其他地方死。干嘛耍起，然后又来台北干嘛？然后就来这边找我，然后就玩 U 好手，然后玩那个大手。然后好像早上我们又要上班嘛，然后你又好像去哪里？那时候在读研究所，在干嘛？上班嘛，还没有。机场嘛，机场啊，对对对，啊对了，有时候那时候在读轮班啊，是我轮班那时候比较平常日比较。哦对对对，然后有时候你要去那个台大办事情，然后有时候干嘛？所以你也不能待太久啊？没有，那时候在读研究所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后期才研究所嘛，但有时候不是，我记得不是有时候你就早上来找我，好像是晚上找我还是干嘛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耍起那个耍起老板，或是说去吃什么，然后就好像几乎都走晚上了，反正早上我们就去其他地方，那早上你就走了。我可能去上课吧，然后不然就是，对、可能白天又排其他行程。已经快七点了，是亮通通的啊，亮晶晶。这个大概因为我们有那个日光协约，哎，这个是算半个场，不是，这不知道什么展览场的神秘的地方。这边是二楼，这个是三，那个那是这算市区了吧？对，这个是二饼，二饼，另外一个市区。另外一个市区，这边有那个还蛮好吃的小笼包。小笼包？为什么要吃小笼包？没有来这边，要你在这边大概吃几天，那个就不想吃汉堡了。真的？就想要吃。我这边平常要吃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会去吃华人食物，像吃什么那个越南的什么河粉啊。就是汉堡吃一两次就不想吃了。而且他们美国食物是不是也没什么选择，就汉堡跟那个牛排，然后对、啊、牛排不会，因为牛排太贵了，他们自己煮。或是去那个墨西食物，就是墨西哥食物很不错，有那个墨西哥卷饼。墨西哥食物，这个就腾龙里只能多种。哦。然后浪行人吧，然后。如果红灯在闪或者什么在闪灯的话，就要先停，然后再看。嗯，最主要我觉得是 stop sign， 就 stop sign 你要停，然后确定。如果是只有一边的 stop sign， 对面的就可以一直过；但如果是两边都有，就要看谁先到，先到的先停，然后就可以先走。
不管是要不要让，都要先停就对了。如果是十字路口都有 stop sign 的话，你先到，然后他也到，他会停嘛，然后就你就可以走了。哦。因为他如果没停撞到你的话，是他的责任。但如果只有你有 stop sign， 他没有的话，你就要让他先走。哦。那如果他后面有一辆的话，你也要让下一辆先走。哦。确保那条都没有人的时候。我都在这边检查。多纳兹、欸？嗯。这是多纳兹吗？因为如果之后如果有空的话，就想我也要剪头发了。然后，有空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边，要不要剪一下？我要剪啊。哦，对，就看你有没有时间，就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刷洗生活。好啊，看看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学校在那边，你看到没有 ？UT Southwestern Leyton 左前方，看到吗？有。其实明天有空或是什么有空，可以带你去看我的老鼠。好啊，鼠脑。老鼠而已，活的。哦，现在不用脑了，是不是？要脑，不用取出来了。有，我已经有剥好了。然后这栋是我原本刚来先住的。哦，这栋啊？对，现在搬走了。原本住这边，对不对？那这旁边都是 apartment， 这些都是 apartment， 就是宿舍就对了，都住给学生这样。apartment 其实像公寓啦，就是它是有点像是私人的吗？还是学校的、啊？都私人，这个是学校的。这个我住这个，还有住这个。哦，我都走路去学校的。你有听过 In and Out 吗 ？In and Out 不知道。加州有名的汉堡，前面那边就有一家。In and Out 啊、加州来的。对。我什么都是警察啊！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在酒驾临检吧？我一来，大家发了啊！我一来，警察是要我是通缉犯吗？哎、欸，姐姐好，不是那个是那个学校的保全，怎么都警察了，见鬼了！可是他们已经接获线报了，你看他们拿一袋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偷拍一下，偷拍偷拍在干嘛？偷拍，拍了吗？拍了拍了，那警察行为很可疑。因为我一两天说，警察，所以那个 Peter 就住其中一栋，住后面。哦，他住在这边而已啊，就走一走就好了。对啊，原本是住其他地方了，这边走是安全的，如果你出去走就不安全。那么夸张？你看哦，光这样过去我就觉得恐怖。现在还有那个有围栏，是不是？过个马路就恐怖的是啊，外面有那个商店的，那走过去就恐怖啊。对，就恐怖。那家还蛮听说蛮有名的，叫好像什么 Cans，炸鸡柳条的。啊，因为喜欢吃这个炸鸡肉，可以试试看啊。那个我没吃过，是美国的吗？是美国的。哦，我都没在吃外面的，我都自己煮，所以很多店可能你要去。对，电信公司那边有那个 Starbucks， 也不错呢，还买 Starbucks。然后有那个叫什么？超Chipotle 是什么东西？墨西哥辣椒。他住在这边都是学生吗？还是对，或是医学系的学生，就一定是学生才能住。哦，这怎么没开？就是你桌友啊，有一个是昨天到，有一个今天到。哦，然后今天到的我没开。老唐的宿舍开箱。哦，高级货。要说在开直播，公路旅行的时候跟那个，要如果我们是早上的时候，他们是晚上嘛，我们可以早上开直播，然后就有人就可以刷起。哇塞，这个老唐的桌游，你看，还有二胡，二胡几百年没碰了啊。这个应该是准的，试试看。还有猎人漫画，之前有人要什么时候给我们？猎人，那是中文还是英文啊？中文啊，那我超好看的《灵异 Level 一》。好，然后现来一曲啊。七点要啊，七点要。哎，然后这个乒乓这个是不是很起啊？它乒乓它就是说你要把球弹回去，你要接好，要盘排在一个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哦，这个 pivot 然后要你的座球在里面，可以抽一下球。然后抽多少？然后你是去买四盒啊？嗯，四盒都你的、啊。我已经开一盒了，然后五盒啊？三盒是你的吗？我还有一盒没开。哦，所以这边有的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三盒是你的，一盒是我的，可是你也可以四盒全拿，因为我也不一定要拿那么多。要你要带拖鞋吗？有。
上厕所，然后可以先吃饭。好。没有，他们那个香肠应该就像这样。这是平常老唐那个。没有，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，这个你知道什么吗？洛梨。不是，仙人掌果实，叫 tuna， 跟那个跟那个尾鱼的英文一样。啊，真的、啊。啊，好吃吗？像就是水，就水当水果吃。对对对。然后它那个籽超硬的，咬不掉，你要用吞的。啊，不能吐掉、哦？可以吐掉，可是很多啊。哦，很多哦。有点像火龙果。上厕所。哦，啊，那个这样子，你还这样那个，为什么要买那种水果啊？啊？为什么要买那种吐吐那那个水果？好吃啊！哦，好吃啊、哦！对啊，就有点像火龙果。那个 Family Store 是二手店哦，二手店，这个是卖半球，所以可以这边捞好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有这边捞过吗？看一次而已。啊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喜欢的？没有，一倍的比较好。一倍的比较好。这边是卖球的，这个卖球的。他这样右左转闪黄灯，代表说可以吧？我就要等，要让那前面先过，是可以过，所以我要等那个确定都空，是可以。不是还好，那个怎么车比较稀少？他如果像台湾这样源源不绝，就更等。对啊，对，等不完。对，现在车流量感觉还好。那这24小时开的啊、哦？对，24小时。跟其他的餐厅不一样，因为他没有服务生，他要去前面排队。有些店他等下去前面拿的。对啊对啊。现在给我们是这个。我这边也。那我就是我都直接投手，要你如果你觉得不错，你还可以投一块的在前面，刚好。让那个知道说，有点小客气。看一下。看一下那边。可是坐这边也可以。都 OK。我是觉得坐这边比较气氛。我说这个，就直接拿一瓶这样。对对。这边应该是波波粉，我以前都吃波波粉。波波粉是吗？哎，看不出味。波波粉，对啊。这是什么？两岸四点是吧？Brisky。Brisky。然后还有这个是牛
排吗？你们点的是牛排是不是 ？Brisket。Brisket， 对对对对 ，Brisket。那你吃的这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吃起来像包子吗？就吃起来像肉。那他之前你要加上什么 Beyond Meat 的店，就是说号称那个肉是素肉，但是做了跟真的肉一样。我去买来吃，超难吃的，根本造型。我觉得这蛮好吃的，就是吃起来像那个八宝饼那个大豆，然后只是它是咸咸辣辣的，就蛮好吃的。这个还没吃，然后这个的话看起来包很像是那种台式香肠的，可是吃起来很不一样，德式香肠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那个牛肉，本身吃起来的话不太有味道，要沾那个酱，刚才那个高级酱。对，它薯条啊，薯条太平了。代比的，是也蛮好吃的，但是蛮清爽的，对，蛮清爽，因为其他太重口味。其他又咸又甜，又咸又甜。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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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